佛历2554年，龙婆萨空第一期坐姿天童古曼供奉尊，超可爱庄严法相，材料圣铜、太古曼粉、鹿翁。该尊由龙婆萨空督造之天童，外形非常可爱又精美，且法相亲切和蔼又庄严，让人百看不厌。此外，据说功效也是非常殊胜。此尊为龙婆萨空师父相当有名的坐姿派古曼天童，师父完整继承龙婆天法术，开光一点都不马虎，添加满满的派古曼粉，以及底部还有如一尊转运鹿翁，只要诚心供奉，就能够令途中顺利，满途荆棘变得更顺畅。古曼童，华人又称金童子，在泰国人们相信人要投胎变成人，要福报足够才能够投胎到好人家去，但是有些人是没办法去累积福报的，像是来不及去累积福报就离开的孩子们，难产、夭折等，他们的灵魂没办法投胎，只能够在人世间游荡，他们会躲到庙寺周遭。泰国的师父如果擅长古曼童法术，遇到便会将这些灵体收入藕内，可能有各种的材质，比较传统的就是泥制，并安置于庙寺内，受佛法洗礼，受师父之教导，并等待有缘分人带他们回家供养。欢迎订阅本频道，了解更多佛牌资讯。